头里不舒服啊，肺里不舒服啊，看到天上，有几团云呐、啊，看到这几团东西啊、哦，有几团东西，那个最显著的应该是那个，云呐、啊，肺里云呐、啊，最显著的是肺里云呐、啊。那个肺里炎经常搞得人，搞得人，怎么吃呢？应该心烦意乱，有时候啊、哦，有时候心神不宁，有时候十分愉快，反正各式各样的啊。看到肺里炎的人呢、啊，哎呦，今天又看到个肺里炎了啊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个东西，哎呀，是不是什么有个不好的预兆来了？反正有各式各样的想法，哎，总之一句话，天上的云呢，现在已经影响到人的，同人的生活已经密切牵扯到一块了啊，已经密切很密切的牵扯到一块了啊，已经很密切的牵扯到一块了啊，哎，很密切的牵扯到一块了啊，这些云的。云的活动啊，受到人的关注，然后云呢也吸引了人的眼光啊、哦。总之，天上的肺里云呢，已经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啊。天上的肺里云现在已经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啊。啊、哦，好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。好、哦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